国硅谷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依老师。我在这里祝福2023年 CTV 影视城少儿艺术大赛取得圆满成功，也祝福所有参加旧金山总决赛的选手们能够在舞台上展现出更好的自己，取得最好的成绩。小朋友们加油，我们北京总决赛见。